你好，主持人，你好，先生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冰娜，我今年45岁，我的身高153公分，我的体重57公斤，我离婚了，我有一个小孩子，明年11岁，我中西加瓦来，我姓比较，我中中毕业，我5个兄弟姐妹，我一切就。做工作在台湾6年，照顾阿妈，照顾阿公。阿公82岁，阿妈73岁。我不会煮饭，煮菜，洗衣服，当衣服，跟大嫂帮子。我不会吃猪肉，但是我不吃猪肉。我以前在香港做工作2年，照顾小孩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